你这又是要干什么？不好，这是传说中的圣火炮！我声音不够大。喂喂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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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没错没错。只要奶龙变坏，大家就会喜欢我了。现在让你们尝尝坏坏药水的厉害。哎，喂喂喂，你站那里干什么？出来！前辈，站那么高很危险的，看摔跤了吧？谢谢。You're welcome。奶龙，你打乱我的法子了！长兄们，我还以为你撩我呢。百发百中，绝不落空。小鸡你好厉害啊，让我也试试。也许这就是天赋吧。天赋还得看咱家奶龙。咪咪咪咪咪。哼，看我这肌肉，还拿不下你。哼哼，我的痘痘也不是盖的。难道这就是风火拳？生气就对了，因为你吃了我种的愤怒火果果。这个火果果可厉害了，吃了你就会忍不住发脾气，毁灭自己，毁灭地球，毁灭全宇宙。奶龙，你在干嘛呀？你开门干嘛那么大声，吓人家一跳。好了好了，我下次会注意的了，快来看我给你带的好东西。什么破玩意儿，这么扎手！奶龙，这个不能用手掰！我不掰，我好生气！哇，奶龙你着火了！老大，奶龙发火了，我们快去看看！怎么办？控制不住我自己！吃了他们给的火果果，就这样子了。暴暴龙，原来是你们搞的鬼！是呀，嘴呀，来打他呀！激将法，气死他！奶龙，别冲动，冲动是魔鬼。我没有冲动哦，是他动的脚。确实，我看到了。小七，这个大金蛋可以吃了吗？小七，他也想吃。完蛋了，这是恐龙蛋，快跑！我们怎么跑得过恐龙呀？不用跑得过他，我跑得过你就可以了。小七，他居然中了宝拳。有眼光。